体验一下，你既然已经来了，可以啊，舒服啊，可以，
你要确定可以上网就可以用好，不要选。好，这样，这样问题。你再点点那个点。这个不用，刚刚那个可以。上次说派学是没有好处。啊，那是本八本八点多。我找不到哎。八点一点三，我再找，我再找。很认真的找。其实我有在，因为你在这边，所以你交的是根本没有。我们那个是先去，先不用来，来到他下午的教育。OK 了，对啊。他也是可以，你看，看他这个发生了什么。求救，求救！求救！不好意思，这个我真不熟练，我要看从到有没有跟你一样是这样，就是从到有，肯定是交换，应该有上面说明书吧？说明书。这是 iPad 的吗？对。iPad 那是通过网站吗？他连到我的那个，他们说你连哪一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这里不是有那个？你连哪一块？A A A 哦。啊，我建议你哦，以后把一个专属不要给他使，不要给其他人使用，因为你太多使用的话，怎么会断掉？尤其 Apple 都会抢很快，所以你可以专属一台把它改掉，比如说 TV 或什么专用的，现在不要用。你像网线，一般到时候你想用的话，通常你现在用就出问题，那平常不用都会有问题。像刚才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你要出没有两个，就设好一台专属。那那是什么？怎么变？专属的啊。那你不要只像我们没有，还是只要这个镜，只要带这个总镜头就可以了。所以加上先去拿 A L 嘛。啊。而且它这个已经是手机的，对啊，就是它可以上相。它今天介绍这种整机，不用贵。那台机子我看到可以。然后这个是空间嘛，说特别便宜哦。你刚刚才讲，前五十到六百的太久。那是七点一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我们八点一秒起跳。SLCS 277花钱要花钱给钱，花钱要你要求他加班做好交勤业绩，就是下礼拜回来做交勤业绩。那你要跟必须要问一下什么？因为通常你要讲。哦，是你要的，就是在上海。因为我看到都可以啊，先真都可以，完全没有。啊，你无线一体好像戒指，买一块。哇，你说这个自己啊，用这组件，你说很兴奋。要不然你累死。柯姐是我们台中维护厂商，台中维护厂商，他技术还不错，所以很多这样，你要包含他，可以去找一点，你被抽到的还是被人打，被指定的，我知道，那所以说这个就拿包包，他根本知道这件事，家里的，那你做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会忘我，弄了一身臭，他讲的很好，讲的很多词，我们一定很。等一下子要工作，像你迟到就去。可是他的那个是大位跳七点一，那身体好，那身体那都跑不起来。这学校的财产可不太高。身体之后呢，整个会，你都觉得学校财产好吗？这不就正经的吗？不会啊，是这样的啊。现在九点三点一点。对啊，现在跳到九点。没关系啊，以后这台不能用怎么办？十五没关系啊，不能用只会慢，慢快也没关系。这样子也没慢。哎呀，你觉得你实在是很糟糕，你实在是那个牛排那个，好吗？你别按了，好像按了。怎么办？你明天就要用了。对啊，我明天早上十点半哎，人机越来越机车了。哎，明天十点半哎，很可怕哎。没关系，就等下。我说会录电话。给的。他最好不要忘记。又来了，还有马上传一些东西来。哎，然后呢？到时候。可是，先生，
他之前就知道，你知道他丢了，去说。那你有空去，我觉得你还用给我啊，谢谢你。你是谁？我想你弄可以吗？还有那个教主任，我有回啊，有。也是写一大堆，四月多连到四月七号5点半试训，然后召集学生进行第一次试训彩排，然后4月14下午2点每一场。走啊！明天10点半，哎呦，那丢我两个啊！啊 ，Apple TV 要用吗？这样应该不用了吧？你如果更新的话，你先不要走，他还在更新呢，并不代表这样子要解决问题啊！先不要走啦。装个水。哎，他要互动哎，他不是说哎，我明天要千人读经，读经啊，要视讯，然后要互，就是要互动。那个这样子也更紧张。哎，这样子可以，那黑道可以啊，黑道可以。哎，我连上了，我上会。哎，来 ，OK 吗？连上大连上。哎，我来，下。哎，我给你解决。他说，哎，他说讲一个用那个什么 head， 可是他，我觉得他那样子后面已经有点太夸张了，他后面又。然后又说要什么互动什么的，广告感被我关掉，然后就要装什么 camera 之类的，这样子。苏先生。他就是那个重复的啦，没关系。反正他明天就是要连线嘛，对，明天就给他看连线的就好。他如果真的要那个声音之类，因为当初明明说我们是没有收音的啊，然后后来又变成这样子。奇怪啊，他那时候怎么跟大家要配合，然后背什么？因为他那时候后面说，哎，长官可能会想跟小朋友对话什么之类的，晕倒，小朋友可以看到投影出来的画面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才说，要用那一个，因为这样小朋友才看得到。哦。是他们的声音是吗？他们的声音。你看，他们也正在运动。他们可以啊。不是，不是啦，是这个我在上那个设施会议那个，他们也正在调聊，所以他们没有关掉，所以我说谁会？这个啦，南瓜国小啊。他们，你看南瓜国小在做什么事，我们都看得清楚。好在我把我们的视讯关掉。他也在看，哎，他会看到我们。不会，我就把它关掉。刚刚怎么关？刚刚怎么开？打开会看到我们。没有开啊，是有关呐。那有没有想关？刚刚是有个 WiFi。你们觉得可能是版本太旧，所以才连不到那个上面。那如果是用手机嘞？手机可以啊。对啊。不是啊，直接换手机啊。我们是谁？你对面的人就是人选啊！对面看他是多么的顺利啊！我还是用 Apple TV 哦。那你还是用 Apple TV 哦？不会来得及吗？没有啦，他现在更新完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更新吗？我按正在下载啊，正在准备更新。哦，那好啊，没关系啊，9:03哎。吼，真的，等一下更新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没有啦，会非常的顺利，很好，就这样。我在这里还听得到我们学校，我们教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有何请教？我们正在2楼的那个斜对角那边。哪有？我交给竞选好不好？他说我没有，我去教的时候他也没跟你也没跟他讲说我要教啊。对，他现在变成我们有加入会议他。我上礼拜就交给他啊。停了吗？天哪！天哪！